很亲民。这边几位？一定是。这是三位吗？对。一二三。啊，可以进去了吗？他叫你坐下来。他说厕所在这边呢、欸。对啊，对对。所以这里面就有厕所啊！你刚刚还去那么远的厕所、啊。因为他是专用的啊，他不可能外面的那个人进来上。旁边半夜没有开。啊，对啊，不然吃到拉肚子就没办法上厕所了。吃的什么？是会计厂。你说二十倍的辣吗？二十倍的辣、啊，就需要一点车，就需要一点车，一直冲在一公里，屁股直接爆掉了。